后我们今天下午有非常多的关于租屋的讨论，所以我们想要先短期内做出一个新的平台，那借由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很自在的找到自己的房子之后，也许可以拿这些东西做更多的事，比如说你在用那些市面上的租屋平台，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那是不是可以透过群众的力量把这些资料收集在我们这个新的平台上。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进度，像是有在各领域都找到了一些人，对，大概就是我们。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就除了就我们其实今天蛮顺利，就是不管是设计还是工程，其实都有找到人，所以接下来大概会有定期的聚会，然后会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现在有那个有一个 head holder 来收集我们所有资料，然后我们也有如果要讨论的话，可以去 GDB 的 Slack channel， 有一个我开了一个叫 Renty 的 Slack channel。对，那另外一个分享是，就刚刚科有讲到，我们其实这个平台除了拿来让大家协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搜寻，找到你想要的房子外，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增加这个帮这个租屋市场提供更多的正确资料。比如说，像大家如果有租房子的经验的话，可能就会发现，比如说今天租金不一定是真的，在网上面谈，或是比如说它是不是顶家，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资料，就是通常房东不会说它是顶家，对，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大家用了之后，你直接是这个算。工人智慧就是群众外包，我们直接上去看，他不是，我就可以来回馈到这个平台。那所以可以去增加整个租屋市场的资料的正确性之后，其实可以拿来回馈，让整个东西是更完整，可以做出一个是真的是符合那个房客需求的一份那个使用者的调查。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谢谢。